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从小养你，你一直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，我也把你视为家人。现在我要退居幕后了，终于可以享受我们多年来累积的成果。来，借个火吧。 我不是不爱米奇，但他连自己都管不好了，更别说这帮人。但你跟米奇完完全全不同，你确实是有那个实力可以保住这座小王国，可以带领这帮人抵抗科斯洛夫的侵略。但你得亲手争取。看过这个吗？这。 是整个企业的资料，全部都记在这本小黑册里。今晚你如果成功，这本就是你的，你可以滚了。